做一个穿搭的小技巧，这是我们的正常乳膏，我自己选中高的价位的一个。当你在这种可以承重的珠子的时候，把它后面指甲的这边再走一点，就是领子越高越高级。对于中式的来说，一定要领子越高越贴越高级，而不是这样。市面上很多中式也是这样的，就不叫中式，不叫中式，贵气啊，贵气。因为这个可以把你把那个力量锁住，就是顺风发货。这个不是我摆的，因为一会我要去接待一个。